stati qua.这件文物呢是珍宝艺术比较珍贵的一件，它叫白玉的三游地文。所谓珍贵呢，在于它的材质是产自西安的羊脂玉，所以呢陈放时间没有经过擦拭，像表面的油脂一样，这个纹路的体现。所谓三羊弄，它上面有三个羊头，虎嘴是个大的羊头，肩部是两个小的羊头。这种造型呢，用的《易经》《易经》记载的正月为太卦，三阳生于水，含义呢是冬雪春满，一条龙。一般是在岁末年初为丰收，三阳开泰的羊一定要开。Thank you.